你说不是神姐，我教你们说话那种技巧，我不是很厉害了，但是我的心得来的。为什么这么多年了，我就觉得我好多事了，给人家说的那种话呢，令得我很难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蛮有口才了，如果不小心得罪人，也是令得自己不好意思了。那么，然后我就想到个方法，看你们用不用得着？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我经过好几样的东西。因为那我们怕跟你说了，因为我们最文理都跳槽市场买东西的，摆地摊的，所以我的朋友就告诉我，哎，你很环保了哈。跟我告诉他，不需要环保了，我需要皮包饱饱。钱包饱饱就够了，所以他就没有说了哈。OK，还有一样东西告诉你，有的人说，我好多钱的，有个妹妹告诉我，他的钱给我多多，然后我就想到，我就告诉他，对，你的钱给我多很多多很多，但是你有一样东西，有好多样东西给我更多，为什么？你没有冲凉，你的肮脏给我多，你的臭污给我多，还有你没有刷牙，你的口臭给俺弟多，就是这么简单的，你说好不好笑？还有呢，还有一样东西就是，有的人很好练的，好像看不清，就觉得自己很有钱了，哎，我真的很有钱的。好像看不起人那种心态，咁啊，我然后我就想到一样东西。我虽然我有问好多朋友，其实十个朋友，剩一个、两个先至告诉我懂得那个答案，怎么简单？为什么？我就告诉他，你记得吗？有个人对我说，我很多钱，哪里用得完？我就告诉他，你想啥？我想到了，我说，对。你天天不用冲凉，洗都洗不完的。你能 try 这个是什么？OK，我保留一个。我在嗰、那个联络嗰度评论嗰度平台度，看你们写不写一种评论给我。我就是给你 try 一下，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，钱啊，空气啊。可以用得完，我感觉用得完，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永远都洗不完、用不完的了。你 try，当你猜到的时候，不妨上我的平台告诉我，我希望你们答案跟我一样。OK，还有一个，就是这样了，咁啊，我唔怕告诉你，我曾经有人对我说。年轻的时候啦，哎，我想追你呀，哈，咁我告诉他，你想追我，我孩子都有了，我不需要你追我了，哈，咁我然后，我觉得，哎，不好啊，有这样告诉他，好像有种不好笑，我要告诉他比较好笑了，怎么搞笑？OK，等我明天告诉他，你记得吗？你想追我，哎，我今天我要做穿梭机了。你知答案是什么？为什么我要选穿梭机来做？你自己猜咯。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还有，我就告诉你东西。有人对我说：“哎，你今天穿得很漂亮，你很爱美啊，哈。”对呀，我很爱美啊。哎，今天穿得很漂亮，去哪里呀？我告诉他，我去选美咯。你去想你啊？对呀、我自己选自己，可不可以呀、还有，我可以给我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都拿到完了，没有人跟我竞争了，因为这个评判就是我了。OK，希望你喜欢我的笑话，还有，因为我感觉那种说话呢。因为我们可以用那种说话跟人家沟通，给人家不用那种尴尬啦，
还有我们不需要骂别人，还有我们觉得从中那种说话给人家感觉到我们很搞笑，还有不需要给人家侮辱，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啊。可能我天生的有那种口才在里面呢，可能是一种遗传啊，我觉得就是遗传，因为我从小就是好喜欢说话的，说的妈妈常常连骂我，骂怎么骂，妈妈不会骂我的，她只会打一个颜色给我看，当我说的时候，跟他们大人一起说话的插嘴的时候，她就用那只眼睛刮住我，跟我瞪住我，咁我就立刻很醒目 ，check， 放拉链咯，就没有问题了。OK， 将来仲有好多个笑话，也是想跟你们分享，好不好？我的话语不好，希望你原谅咯。嗯，好，拜拜。